垦丁春娜的音乐季呢刚刚落幕，事实上这个年轻人聚集狂欢的活动也让垦丁成了超跑超级跑车的最佳舞台了。现在有网友呢拍下了超过30-40辆顶级跑车一起游街亮相的画面，其中有10辆超过1000万元的兰宝基尼车队更是让民众忍不住发出赞叹。600多万的保时捷四门跑车，500多万的尼桑 GTR， 甚至连电影变形金刚里的同款车都来了，让民众看傻了眼。这太夸张了啊！跑车让民众发出惊叹声，春娜音乐季人声鼎沸的垦丁大街，一整排的超级跑车齐聚游街，光是上千万的兰宝基尼，算一算就有超过10辆。保时捷轮番登场，难得一见的画面引起民众围观猛拍照，甚至连白天车手们也不放过秀爱车的机会。民众等于是看到一栋又一栋的房子在路上跑，四月份疯狂热闹的垦丁大街俨然成了顶级跑车的最佳表演场。